选出48强，首先第一位巴西人，哇哦，这次真的很厉害。巴西人19岁，方琳，他要演唱的是《不想让你知道》，欢迎他。第一位上场是来自巴西的方琳，上台前的他举手投足都难掩紧张，他能够克服现场压力，好好表现吗？想让你知道，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，就让思念淹没，我不想怕，反正你真永远不知道，直到有天你吻念我知道第一位出场压力真的很大，到现在还在抖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哎呦，还不错，你的手还有温度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真的一直在抖哈，一定会的，对不对？哈，但是呢，其实方琳说她来这里是最怕小胖老师，但是又很希望成为他的队员。他给你的见面礼就是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叉叉叉。来，小胖老师。到了副歌，明显的咬字是非常的像是外国人在唱歌了。当然，你的唱功也好，表现也好，其实真的还不错。可是明显紧张会让你扣掉一些分数。张宇老师的建议是没有哪里好啊。最恐怖的是这个。加油。好，这句话是有玄机的。好不好？所以以后在资料上要小心，六个评审你只写喜欢一个评审，其他的人就会不高兴，好，知道吗？我听说你精通四种语言，哪四种？葡文、英文、中文，就是现在在学日文。哦，葡文你也会？葡萄牙母语？哦，是你的母啊？对啊，对，巴西嘛，对不对？来跟大家问声好，来葡文。Hola para todos, todo bien? Hola para todos, todo bien 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好。哦，大家好。那说小胖老师我爱你怎么说？葡萄牙文有没有这种给人家取绰号小胖要怎么说？小时候就是胖胖的。Gordinho。Gordinho。Gordinho。我爱你怎么说 ？LTM。LTM。Gordinho LTM 呸。加一个呸。好啦，那个过关啦，啊，就是可以这个放松啦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上座，恭喜！第一个过关了，耶！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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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，很怕，过关了。现在希望有老师选我，现在要加油，加油！